我要问一下他们画质怎么搞的，全部都变玻璃哦，这里。也不知道放什么，不能放。拍谁拍谁？你是被劫亡了吗？不要吧。好吗？你还好吗？你还好吗？没有，我很好哦。你要隔离哦，我跟你讲，你要隔离哦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好像你们要一起隔离哦。我只是看到你们这样子很感动。你等下关在你的房子里面两天哦，两个月。没有，我超感动的，真的。你来了。所以你家物资可以拿吗？啊，对，前面的箱子，前面的箱子，你别想啊！我可以做一个剪刀吗？它是我的建材。剪刀的。Take it, Bona！ 哇，我家很远。等等，剩下的时间，对啊，剩下时间你们要干嘛？剩下时间就各自行动啊，各自要干嘛？中啊，我跟你讲，我应该是很忙啦，我应该是很忙，没错，我应该会蛮忙的。你在玩那个、啊、全民逃走中，魔王只剩下73分钟出来喽，这样子。猎人要出来了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找那个村庄盖大一点，可以玩玩看，感觉蛮好玩的。哎、不错哦，可以可以，就全员逃走中，够大吧？对啊，要之后啊，之后盖大一点。对，之后盖大一点，感觉可以玩。然后中间还要有任务，这样，说不定之后就有这个任务是什么？哎、欸，你们这附近也太多怪了。村庄围墙，太累了。村庄围墙可以啦，把围起来变一个城镇，有没有？然后盖四个头，变那个牧业忍者村。有啊，到底是多中毒啦？对啊，你的名人中毒多深啊？超深哎、欸，你隔离区可以这样玩啊？真的。我画了一个新的 skin。哦，你要换 skin？ 你是什么？难道又是搬东西吗？来，要先换一下。应该就是搬。哎呦，我要当第一个看到的人，耶！耶，我画两个，泽廷的 skin 也是我画的。哇，哎呦，好可爱哦！变蜜蜂图哎。蜜蜂。哎，那你是不是真的是搬蜜蜂啊？对啊。属性啊，杰克剩你，还有剩你了，剩你了，杰克。谁？你啊？你没有，你有那个头。你说我来干嘛？哎哎！怎么了？你会死的！干嘛？怎么了？突然用钻剑，而且是燃烧钻剑砍我！哈喽！不是我切窗，我想说，我截取一下。啊，你不是砍死我吧？你为什么要站在小雨前面呢？等一下，我想要第一个看到他的 skin 啊！啊，你砍死我吧！哇！你刚刚拿金剑砍他。你说你另外的 skin 是搬什么？还是搬小的？这个就是那个跟你那个小只的不一样，就是现在这个。哦，你还自己去画，你就是一条线而已。对啊，我是一条线。项目还不项目？我那天没有，我没有。我做工作台可以塞工作台吗？对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只是我觉得我下之后应该还是会再加多一点那个啦，加多一点。然后这个应该之后改成头吧，就是你看就很像灵堂，有没有？你不是说阿面店吗？大哥，不是阿面店吗？对，所以你要阿面店的人头啊？对啊，所以要变这样吗？啊，不要啦，不要灵堂啦，这样很棒啊！变灵堂是怎么回事？超恐怖的啦！虽然老实说，你们这样盖是蛮像的。然后就好了，你们就想这边变成火把叫就对了，是不是？我觉得 OK 啦，好啦，来，那我们出来吧。好，一人一刀嘛，来，我出来。小雨血好少，帮你治疗一下吧。快死！物理治疗。好啦，每个人都有福利啦。哎，你的血蛮少，帮你治疗一下。可是，这个我要换血，来啦，帮你治疗一下。哎，雨月，你好像也是嘛，治疗一下。哎，我要感谢你呀，对，你们帮我改造那么好的房子，我要感谢一下。看一下，哎呦。啊，你血很多点多，不是？哎，你干嘛杀雇主？我们什么雇主？我没有雇你啊！哎，我觉得你，我觉得帮完了，帮忙一下啦，需要不用啦，不用，我要报答你们的恩情。不用，对，你在熊猫帮好恐怖哦！报答一下恩情嘛，你看鬼抓人开始了，满血了，你看你们满血了，不用。
被抓的开始了，哇，可以啦，杀人熊猫没有，我在帮你们治疗啊，我知道了，你长得像那个韩国那个大妈，不是？你说我长得像韩国大妈？你说什么？你过来！你过来！你说什么？没有啦！你说我像大妈？你才大妈！你过来！没有啊！哎，等等，这是什么的、啊？就是那个可能上去的时候，然后再他们在调，他们在调情啊！我是不是又打错了？熊猫之术！你把它传灌不更快吗？对啊，哦、好像是呢。哎呦，要教坏人家！哎，好了，我要吃东西，我要去找东西吃。你家有没有东西啊？啊，吃西瓜 是啊，我的小你为什么？干嘛？你自己剥到皮了吧？我是拿铲子哦，我是拿铲子哦。他自己留言，不是他自己留言。拿铲子哦。谢谢你。看到，嗯，看到。叫什么啊？什么？忘记了。你是不是有点呛？老人。我忘记他叫什么了、啊。没太。这是从我家拿的吧？他是一个生物吗？不是，他是一个方块。我拿走了。是方块，他是在主世界会看得到的吗？不是，他是在地狱的。他会用内衣杀人吗？他谁？谁？谁？他有用熊宝贝吗？他没有吧、啊？你说龙岩石啊？你说灵魂沙对不对？啊，灵魂沙，对对对对。好、啊，我正要问你是不是在上面会减缓速度的、啊？对，直接猜了。啊是什么生物站在灵魂沙上啊？什么？哎呀，好，小蜜桃，小蜜桃。哦，我好想要小蜜桃哦！桃男这边超奶的、欸，好想咬哦！宝宝卡丁出来，宝宝王没有啦，我说的是别的，你说的是阴阳师蜜桃。哎，对对对，你说那个开剑会有点破音的那个吗？对，加速然后加补血那个吗？哦，好想要哦！我也好想要。那个已经绝版了啦，呀、啊欸！可以去求有没有碎啊？哦，太难了，太难了。完全歪楼！天哪，谁杀碎给你还？哦，怕团团啊，这个给你，你给我什么？全套铁装，耶，我解完了。啊？要给两个人全套铁装，一个任务。可是你给的是穿过的，而且。对啊，他们有说过要全新的啊。我不要穿过的，我穿过的不错哦。好臭啊、哦！好臭啊、哦！直接嫌弃，好坏啊！哇，是不是在发凉？没有，哎、欸，有了开创造了。没有，他拿钻石，他拿钻石，他在拿钻石，他在拿钻石。我还以为他想要。小雨，我们可以在，哎，是谁错？哎、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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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无聊、啊，在等怪物。哇！干嘛啦？想解任务，他想解任务，拿金装被我杀死，然后被任务怪打死了。让我擦一下下啦，就擦一下嘛，擦不是擦你，我是说，还擦很多人啊，你是在开车杀回？哎，这个任务感觉就是，只要你死掉，你就重来啊。对啊，没有，他还是杀到我了，他还是杀到我了。来不及，靠你们阻挡了啊！他们有这样说，现在问号不要自己念啊，奇怪不是很喜欢，他们不是很多人很喜欢这样吗？啊，我觉得好好笑哦，擦滴滴滴滴，擦自己念，自己念。O U O O U O 等于等于空格等于，这是一般的石头，那这里就放。你还是文字，这边超好笑的哦。开蚊香了吗？我没有开蚊子。文字解一下任务，解个任务，解个任务就好，解个任务就好。
一下下就好了，一下一下下就好，一下下就好。他今天钻石几个啊？我没注意看嘞、欸，我只想解任务。我觉得杰克，你是不是又想要跟他分，然后让他让你杀、啊？不是，我想要收买所有的。哦、没有。没有没有，我记得五个，我记得只有五个，我记得没有是杀五个人，然后拿三个吧。那 CP 值好差，对啊 ，CP 值不高，就是你要暗杀啦，你要趁大家都血很少的时候。那么快，十分钟了。我忘了放音效包，我对不起你们。一下下就好了，一下一下下就好，一下下就好。他今天钻石几个啊？我没注意看嘞、欸，我只想解任务。我觉得杰克，你是不是又想要跟他分，然后让他让你杀、啊？不是，我想要收买所有的。哦、oh. 。我不要穿过的。好了，我们回来了。没有，我觉得我的体力还够哎、欸。我不是说那个啊，不是那个体力啦，是精神还 OK， 好像。刚刚喝了蛮牛，好像有点效果了。还是你们要休息吃饭啊？我觉得我还 OK， 我可以再站十年，没有啦，我可以再站一个小时。不然等一下休息我不知道干嘛，睡觉，睡觉起来又继续补这个，这样吗？可以吗？不行，地狱石要果然要考过。好啦，不然我们补完这个半砖，我们就休息吧。身上的半砖补完，我们回主世界休息。八点多才吃饭。五点半嘛，我想说，事实上啊，这个好像补不完。哇！不要急，觉得碉堡都补的差不多了啦，那我们就去那边吧，我们去这边补。
个上去的路。哎、欸，这样我会想开创造看看一下我补了什么、欸，哎，或是观察者。我本来以为那个精装杀人会分成一集，然后就会统一在一集啦。那没想到第二集就已经开始杀了，而且你们注意之后，我会一直全心都在做事做到一半回头，做事做到一半回头，看他居然想对我干嘛之类的，就没办法专心玩。我的天！我在干嘛？小了小
这地狱看起来好舒服，是啦。还有好多要补哦，我的天 ！Oh my god, Oh my god， 这次真的不见啦！哦，应该没有了。好，哎咻！哇！有人敲我，好了，我快盖完了。欸，其实盖这个时间过好快哦，已经五点半了欸。这里都差不多，剩上面了。上面，我要调斜坡上去吧。这边好像。好大片，这边好像好大片这样，欸，蛮大一块的呢。一下子五小时过了，对呀，而且。我应该不会睡啦，不然
真的睡下去，没睡饱很累耶。哎呦！肉这么多，先下去，下去的路在那里。我好想好想你，这里。哦，插个火把。哇哦！天哪，我要下去补吗？材料剩多少？不要吗？我可以下去补啊，我有抗火药水啊。这样开也很安全。
耶、yeah, ，上来了。哦，石头要不够了。好啦，我们快可以回去睡觉了。哎、欸，盖这个有点上瘾哎、欸，怎么办？好像有点好玩哎、欸，然后盖完又有成就感，哦吼吼吼吼！看哪边？这里还有吧？这里吗？不是，哦，这里。好，我们要去上面盖。这里应该够远，就是怕、啊、怕不够啊。我们去平台看一下。那就继续盖，不要关台啊！可是 ，FB 不是开满八小时会自己断掉啊？这边的怪要，这边要铺一大堆鸭子，下面也要有。我才补到这边而已，上面，然后那边，所以大概还要再补十个小时吧，两天的话。看，上面，这边，这边要嘛挖掉，要嘛补嘛，然后这边，那边应该就不知道哎。还有得补哎、欸，看上面这边，我们看这个就好了。哇，好看！来，我们先试试看，像和平。欸、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啊，我们盖这个时候用和平盖就好了啊，对吧？然后如果要让它升怪的话，我们要往那边拖一个平台。往那边盖一个平台，然后就让怪升在最靠边了。想干嘛？想干嘛？要在这边盖一个铁巨人。还没补完哎、欸，再来补一下。
好了，真的没了。走吧，回世界去，回主世界喽。好累哦，这样不会啦，这样每天才有事情做，就每天有台可以开了。万魔物猎人已经这次的活动刷的差不多了，所以现在有点没有想玩魔物的冲动了，动力啦，不冲动。玩魔物的动力目前比较没有。只能等三月中的那个新活动。没付钱没办法，他老大，我乱动他们的话一群暴动，虽然我应该打得赢啊。好了，那今天先到这边啦，晚点七点再继续填地狱吧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啦，如果喜欢我影片帮我点个喜欢，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啦，我繁星，我们晚点见咯，拜拜拜拜拜拜，晚点见哦。我还是要关一下台啦，不然这样一次上传记录档太就是怎么讲，我开越久可能变成一次分八段嘛，那八段一次又看一个小时就太久，懂吗？好啦，我们待会见，待会七点见。我整理一下怪物掉落。大家晚点见，拜拜，拜拜。